哎呀，老师啊，来。呀，老师啊，哎，刚才家长会的时候啊，嗯，您身边的家长太多了，是，没有单独跟您见面的机会，哈哈哈。为什么想单独跟您交谈一下呢？嗯，就是想了解一下我的孩子的情况。啊，我理解，孩子刚上小学嘛，是是，很多家长都过来找我了解情况。您是？啊，我是豆豆的爸爸。哦，豆豆爸爸，啊，你好。哎呦，你好，坐吧。哎，好嘞。哎呀，你看这个地方也没有个正经的座。没关系。你坐这。哎呀妈呀，不用。哎，来，谢谢。你坐。哎呀，你看我也没带什么，您吃糖。哎呀，我不吃。你吃糖？不吃，真不吃。你刮。啊。你要不这来，你滴个眼药水。要给我上眼药啊？没有，您就说。是这么回事，你是我们家豆豆的班主任，豆豆又在您的班上，以后请多多关照。哎呦我的妈呀，豆豆爸，不用这么客气，坐。哎呀，您说。虽然我是老师，您是家长，是，但我觉得我们应该像朋友一样，因为只有朋友之间才能更好的了解沟通。你看我在课上是孩子的老师，课后我们也是朋友，所以您不用这么拘谨，你叫我小王，小王就行。这叫不出口啊。哎呀，您大胆叫。哎呦，小王。哎，小王。哎，小王啊。哎。哎呀，那就好。您说，我们家孩子怎么样？啊，豆豆挺好的。我一直认为我们家孩子是挺好的。但是，有但是啊。啊，对，孩子嘛，他多多少少有一些小毛病，这都是可以理解的。哦。其实呢，都是家长身上的一些小习惯被孩子学去了，改了就好了。你看看。跟老师单独交流一下确实有好处啊。哦，你的意思是说孩子身上有些个小毛病，都是受大人的影响。对了，太有道理了，我记一下吧。那我就说一下哈。哎，对，首先哈，这个第一点，豆豆啊有的时候有点粗心大意，容易丢三落四，一上课的时候啊就喜欢把那个书包翻来覆去，嘴里还一直念叨。哎，我笔呢？啊，我这有。哦，谢谢。哎呦，那用你的啊。好，谢谢。哎呀。来，您说。第二点哈。现在豆豆啊，特别喜欢问为什么。你这孩子，哪那么多毛病？哎呀，哪那么多为什么？其实孩子喜欢问为什么是很正常的哈。哦。那为什么呢？他可能求知欲强。为什么求知欲这么强？他可能对这个世界好奇吧。为什么对这个世界如此好奇？因为他是个孩子啊。那为什么呢？豆豆爸，要不这个事儿咱们问问豆豆呢？对，回家我就问他。好，这孩子哪儿这么多为什么？您接着说。好。第三哈，每次我说到一和二的时候，豆豆都能记住，只要我说到三，他立刻就把第一点给忘了。哎，老师，你等会儿。你刚才说孩子的第一点是什么来着？他第一点是他豆豆爸爸呀。哎，我觉得您身上的问题好像更严重啊。我？哎，有吗？没有。豆豆一犯错，他就喜欢闪烁其词啊。这跟我没关系，肯定受他那个同桌的影响了。是他有问题的时候也喜欢把问题推给别人。那可肯定不是我的问题。实在不行，他就要对天发誓了。我对天发誓。哎，明白了吧？血脉的传承。哎呀，老师你快请坐吧。哎呀，我那上小学的时候啊，我又一直认为我那个班主任一眼就能把我看透了，现在我算是明白了，所有当老师的都能把学生看透了。没有，所有老师都会算的。哎呀，可没有啊，算得准呢。那发生这些问题，那该咋整呢？你也不用太担心，孩子才小学，小呢，长大就好了。那就好。但是呢，豆豆啊，现在脾气有点暴躁，这个咱们一定要注意。我们家豆豆
脾气暴躁。对，那跟我可没关系。嗯。不瞒老师说呀，我呀还是个小小的企业家，做出过这么一点点的贡献。做生意嘛，对别人都要笑脸相迎，你哪能虎着个脸呢？你脾气暴躁，谁跟你做生意啊？所以说跟我没关系。啊，那他不像您，他得随点谁呀？陈瑞芬啊，人家那些家长，我跟你讲，开完家长会可都回去了啊！我跟你，他谁呀？啊，我是。哦，你坐。媳妇儿，咱儿子的老师小王。小王啊，叫谁小王呢？还小王小王呢？小王你叫的呀？是吧，唐王老师？您好，您好，真白呀，是不是又瘦了？我俩之前见过吗？肯定又瘦了。啊，是，这个是豆豆妈，正是在下。哎呀妈呀，看出一家的了。我刚才跟豆豆爸呀在聊孩子的问题。哎呀，您不用这么紧张，叫我小王就行。哎，什么？行，我不好意思。哎呀妈呀，媳妇儿，刚人小王说了，家长和老师要成为朋友，才能更好的了解学生吗？你就叫小王就行。小王，哎，小王妹妹，哎，小王哎，咱没事都接着。哎呀，有时间的。哎呀呀呀呀，这么快就成闺蜜了都。哎，媳妇儿，我还没问你呢，刚才你干啥去了这么长时间呢？哎呀，这不你去开家长会吗？我就去买仙博士去了嘛。来给你。哎呀，不能要啊，这个我喝过，鲜奶就喝仙博士特别好。对，我儿子天天就喝这个。哎，你说我家孩子长得高不高？高，确实高，是吧？我跟你说，好身体呀才是学习的关键。孩子的体质他就得从小抓起，是不是？哎，你看我们家孩子现在衣服老不好买了，上半年到这儿，下半年就到这儿啊。妈，豆豆妈妈，要不我们聊聊孩子别的问题呢？这不都朋友了吗？还有问题呀？嗨，那个媳妇儿啊，刚才人家王老师说了，这孩子总体挺好的，但是就是脾气有些暴躁。那脾气暴可不好了，那以后得吃亏呀。是，随谁呢？看我干啥呀？我这多一目了然呢，特别清晰。以前我看我媳妇儿是挺清晰的，今天有点模糊呢。你模糊啊？擦擦呀。行了，清楚了。这开玩笑。哎呀，我跟你说，我们家孩子他爸呀就总忙。你以后孩子有啥事儿，你跟我说，回去我弄他。对，你跟我们说就行。你旁听嘛。您说。哎，好，我说。这个。豆豆确实有的时候他喜欢做一些这个小，孩子不就都是问题了吗？小动作，而且呀他还喜欢东张西望，甚至有的时候呢喜欢交头接耳，这样不光影响他自己，也影响别人呢。影响别人呢。两位干啥呢？抢奶呢？报告老师。哎，他总捅咕我。哎呀，要不两位分开点坐吧。不是老师啊，我就是想问一下，我们家孩子除了这些问题还有别的问题吗？其实他没什么问题啊。你比如上周有一个小商人跳蚤市场啊，豆豆在班级里已经做上小生意了。明白了。哎呀，小人班过来。来，快点。咋的又咋的了？干啥呀你？哎呀，你当着有话好好说。那个刚才老师说的话你听见没？这听见了，让咱俩分开坐吗？上一句，你儿子现在已经在班级里跟其他同学做上买卖了。哎呀，多好啊！我刚才说过了，我就是个做生意的。现在孩子啊，这么小就有经营头脑，多好的事儿啊！不是钱瑞芬，你是不是你等回家的？
那个老师，我听明白了。这样回去啊，我就教育我的儿子以及他的父亲。哎呀，不用您误会了哈，这件事儿在班级里同学可支持了。是啊，你看看，同学们都支持，说明我儿子生意做得好，做得成功。嗯，哎，其实确实是。你比如哈，一瓶市场价3块钱的饮料，经过豆豆的努力，2.8块就买下来了。会砍价，1块钱卖出去的。他有病。2.8块买的，1块多就出去了，那不赔了吗？对呀，您误会了啊。其实是我们班啊有几个家庭情况比较特殊的孩子，人豆豆知道了之后呢，主动帮助人家，说明咱们豆豆有爱心呐。你看看，我就说我儿子吧是那个。哎，我跟你讲，行了。哈扎，刚才一口一个你儿子，知道现在啊，儿子献爱心了。我觉得呀，我儿子呢，我身为老师呢，应该尽量的去教导孩子，但是身为家长，也应该潜移默化的给孩子正向的引导，而不是一直在桌子底下捅捅咕咕。两位从刚才就一直在打断我说话。那怎么聊孩子的问题呀、啊？对对对，老师，你千万别生气，消消气儿啊！对对对，您别生气哈、啊。老师，对不起！哎呦我的！两位家长，其实哈，家长才是孩子最好的启蒙导师。是，只要咱们共同努力，相信你们家吴豆豆一定会茁壮成长的。我一直相信我们家吴豆豆，我们家吴豆豆。我姓钱呐。啊，嗯，叫啥名啊？钱豆豆呗。没这人啊？不是，大名钱成。啊，豆豆是小名啊。啊，哎呀，误会了，我们班真有一个叫豆豆的。你这，哎呀，那你刚才说的那些个问题、那是另外一个孩子的。哎呀，小王老师啊，那我们家豆豆有什么问题吗？评语在这儿呢。看看。都挺好。哎呀，都挺好不行啊，老师啊，那得越来越好。哎，行，不问了。再问都挺好都没了。那行，时间也不早了，我就先走了，有问题咱们再沟通呗。哎，好不好？再见啊。哎，老师再见。下课。哎呀，挺好的，孩子都挺好，就不错啊。走吧。哎呀，媳妇儿啊，你别说，今天通过跟老师的交流啊，我还真有点启示呢。你说，与其追着人家老师问孩子有什么问题，不如咱俩赶紧回家照照镜子，看看咱们俩有什么问题。是哈，有句话说得好啊，言传身教，不如身教言传呢。你就拿我来说吧，我呀，从小我在课堂上我精力就不集中，我脾气不好，我脑子就爱开小差。哎，我就脾气不好，我课堂上就爱捅捅咕咕，我脾气不好。你确实脾气不好。对，我脾气。谁呀？谁脾气不好啊？钱顺鹏，你站。